此案为18坪老屋翻新，居住人口为2大2小，日式北欧氛围铺叙，大量温泉木质及艺术涂料，打造丰富立面层次，营造悠然惬意的个性慢生活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3大重点。我们会先介绍小平墅的多元动线及弹性拉门，弱化分野共享采光，最后分享融入海量收纳的高机能主卧。以开放式公领域为主轴，半高电视墙设置于场域中心，后方规划餐桌机能，形塑出弹性多元的回字形动线，给予一家人更充裕的行走轨迹。运用长虹玻璃拉门，区隔厨房、储藏室两空间，穿透感材质延伸的视觉感受，并无形弱化了小宅的空间分野，同时打造中配日光走入每一隅的机会。为了打造高机能主卧，将影视需求结合滑动式衣柜门片，让屋主随心变换形态，在有限的坪数内融入了海量收纳，且圆了夫妻俩在私领域追剧的小心愿。和光室内装修设计郑华、罗孝利两位设计师善于剖析空间优势，让设计回归需求本质，以简单质朴的建材发挥居宅魅力，打造独一无二的日系北欧感慢活宅。